关注 Only Lady 全球潮流一手掌握。大家好，我是宋佳。Well, I know they say all good things must come to some kind of ending. We were so damn good. 现代戏它比较接近生活，演员都是尽可能的寻找一种很看似生活化的表演。我相信每个角色都会看到一些我的影子吧。这个角色呢，是一个挺可爱的一个北京的那种胡同的傻大妞，说是胡同女神，然后特别穷。屌丝，没什么钱，但是依然非常有自己的小小的理想和梦想，并且愿意为此付出这种努力的这么小人物，非常可爱，很直率。时尚就是自由的，就是高兴，让自己高兴。女孩子嘛，我觉得这种好看的东西大家都喜欢。我觉得今天那个视频都很美，然后很像春天，就是这种五颜六色，然后每个那个颜色粉啊、绿啊、蓝都很好看，女孩都喜欢。我觉得女孩打扮也好，臭美也好，首先你要愉悦你自己。这次这个戏比较有意思，因为徐浩峰导演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作家，你看过他的武侠小说，写得非常好，所以他这个人物设置是一个廖凡扮演的师傅需要打这个师娘呢，面上不用打，但是内心是一个非常有气场的一个人，就是能够在一起的师傅师娘，他们俩那种气场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是一个很文艺的一个东西，我还挺喜欢的，也很期待。